这边的吗？那我给它 Q 去。Q 去就不难受了，没 Q 的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把我的眼睫毛给……好了不？这边看不见，这样不难受了吧？是有点近视，我散光比较严重。发际线好高，要光头。我今天没有洗头，今天没有洗头，所以今天有点贴，有点贴头，有个毛毛在眼里，没有毛毛在眼里，哪有毛毛在眼里？今天的头真的有点大。不难受了。耳环在车车里啊，耳环我没有挂车吗？耳环在车车里啊，在一号链接。好，主播不打哈欠，谢谢浩浩送的悬浮高跟鞋。看看头皮屑，头皮屑今天其实挺多的，都被我藏起来了。因为今天没有洗头，我23岁了。BGM 听不到吗？眼睛上是胡子吗？眼睛上不是胡子，眼睛上是眼睫毛，是眼睫毛啊，眼睫毛。你胡子长眼睛上，你胡子长眼睛上就不叫胡子了，就叫眼毛了。今天几点播？今天8点半播的。什么时候能扎马尾？这辈子都不可能了啊！我扎马尾不好看啊，因为我的头太大了，我扎马尾不好看。为什么非得让我干就是让我不好看的事情呢？我就不能好看着吗？你以为扎马尾很好看，但其实是扎马尾是不好看的，告诉你了啊。对呀，我98年，昨晚熬夜哈欠连天，没有，今天还好。我哈欠是习惯性动作，牙上怎么套袜子了？咱是眼睛怎么眼瘸啊，还是怎么地？能看见我牙齿上套袜子？你那小脚长得跟牙齿一般大是吧？你那叫小脚吗？老鼠脚是吧？耗子脚？这发型显头大，本来头就大，不用显啊，本来头就大。双马尾也很丑，一个马尾就丑，双马尾不丑个双倍呀、啊，丑个 double。我又不得，那我还得，这是为什么不洗头？懒得洗啊，懒得洗。眉毛好顺，什么是夸我眉毛画的好吗？铁牛发腮了吗？你礼貌吗你？你见过哪个人还发腮的？我就是天生雪送的眼镜，谢谢孟婆送的眼镜。我就是天生脸腮这么大，我就是这么大。那我能怎么办嘛？其实我要是脸边没有肉的话，我的脸，你看看，这不就是瓜子脸吗？我的脸其实可以这么小。谢谢小侠客。我要是没有腮边这两坨肉的话，我的脸可以变成这样。但是我有两坨肉，那我能怎么办嘛？那他又不瘦，他就一直都是，就好像被人打了一样，怎么办？头发挡一下，今天没洗头，所以不能挡，平时的时候会挡。肉肉的才可爱，肉肉的会胖胖的。拿修容，你看我涂的这修容，看我涂的这修容，我已经涂了很多修容了。那能怎么办嘛？我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嘴有一丝丝的歪？就是歪的，嘴就是歪的，脸也是歪的。为什么声音和唱歌声音那么大？参考汪苏泷啊，可以参考汪苏泷。
提前了，没事干了，就给你们提前播一播。习惯性打哈欠就是习惯性打哈欠啊，没有任何原因。说完就想打。马尾扎起来一定不好看啊，一定不好看，你不用在这哄骗我，我知道自己长什么的样子啊。你的眼屎在发光，那不是眼屎，那就是眼睛，那就是眼睛里面的什么东西，它是在反光，不是眼屎。你要是对着光，你也会这样。你给我整困了，困了就睡觉啊，困了就睡觉啊。我们都没看过，怎么知道好不好？我还用你们看，我自己不会看吗？我没长眼咋地，非得用你们的眼？嗯，我自己没长眼，我自己不知道好，不知道没成。我是今两天是胖了一点点，只不过这两天的脸有点肿而已。你别给我犟嘴，我就犟，怎么就成犟嘴了？啊，你不信我说的话就成我犟嘴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就成我犟嘴了？大众眼光我不管，我自己有眼光，那还非得我丑给你们看，你们才能知道是丑吗？啊，你们，而且你们不知道，有一些人对我是带有滤镜的，我干什么，我吃粑粑他都觉得我好看。那可不能这样子啊，我自己的基本的判断力还是要有的。以为我不知道吗？下次能不能素颜？不能。吃一个，你看看，你看看，我要什么都听你们的话，那我现在成什么了？我现在成个大傻子了，我在直播间里吃粑粑。当然不吃了，我当然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了。嘴唇肥的肥怎么了？嘴唇大能吃饭。好看不好看，真吃了我们会觉得无敌。你放，呸！真吃了你们会觉得我是傻，嘚儿，还觉得我无敌，真以为我傻呢？席内，我不可以，爱吃你们自己去吃去。要吃你们自己吃去。哎，给你们唱个 CEO 干嘛？谢谢对王雨萌心动。马尾扎前面就好看了，马尾扎前面那是驴啊，那是驴。咋越来越圆了？一直都这么圆，之前只是藏起来了而已。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Who knew all the planes we flew, good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that I'll be standing right here talking to you about another past. I know we love to hit the road and laugh, but something told me that it wouldn't last. Had to switch up, look at things different, see the bigger picture. Those were the days I will forever pace. Now I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How can we not talk about family? Family's all we got. Everything I went through, you were standing down by my side.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Oh, I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今天有点白，因为打过嘛，
会打光吧，我把灯关一关，这样会不会有点暗？这样还是这样，亮的还是暗的？完全听不懂，听不懂拉倒。英语啊英语，哪样好？有变化吗？一个暗一个亮啊，那就亮吧，那就亮着吧。可不可以进我粉丝团？你送粉丝灯泡就可以进粉丝团了。反光好厉害，那怎么办？这样呢？挡住这个打光呢，会好一点吗？那怎么办？这样呢？啥时候去洗头？我不去洗头，我今天就这样了，你爱看就看，不爱看拉倒。谢谢森森，是森林还是森森？把灯关掉就好了，灯关掉，灯关掉就太暗了，灯关掉太暗了吧？你们要这样看直播吗？这样会不会？这样太暗了。这样好看，这样不暗吗？还是有点光好呀，对吧？你的头发好整齐啊，我特意梳理过的，特意梳理过的。他们的每一根头发丝都有他们应该在待的地方。今天没有精神，我今天心情不是特别好。眼睛是被人打了吗？对的对的，虽然今天没有出门，但是我可以自己揍自己。不能看看你的家吗？不能看看我的家干什么？又不是你在这里住，是我在这里住，我自己知道是什么样就可以了呀。眉毛好像画的不一样，是因为打光啊，没有光就一样了，没有光就一样了。少吃点槟榔，我没有吃过槟榔。今天播到十点半呀，今天播到十点半呀，现在的今天的直播才刚刚开始呀，才刚刚开始，今天就要耗到你们困死。要是人太少的话，我停一下也行。今天人比较少，因为今天没有发作品。你已经困了，已经困了，快去睡觉吧。已经困了就去睡觉吧。今天就是额外播的，反正十点半有点早，十点半还早，我现在才刚刚开始，我还要播一个半小时嘞。When I see you again， 工作了吗？我在捡瓶子，我现在在捡瓶子。可以发一个充电提示音吗？我主页不是有一个海绵宝宝的那个吗？那个不可以吗？孤勇者，我找一下伴奏，找一下歌词。不要再这样陪俺聊天，唱完之后就陪你聊天啊。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感动。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配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
以最卑微的梦稚那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就这一段啊，我只学了这一段，只学了这一段。什么歌？《孤勇者》，陈奕迅的《孤勇者》。国考的《烂菜叶》，《烂菜叶》是什么？没听过，挺好听的这个，你可以去听，在 QQ 音乐。Follow 是那个一直走一直懵，我们看惯了世间的罗生门，变得好像陌生人，是那个吗？ Follow。 我找一下。Follow， 我听听啊。我们看惯了世间的罗生门，我们看惯了世间的罗生门，变得好像陌生人。两个同一个摩天轮，哦，日常忘词啊，找一下词。但其实也就是我，也就是我视频唱的那个。也就是我视频唱的那个，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看惯了世间的罗生门，罗生门。我们看惯了世间的罗生门，变得好像陌生人。两个同样不安的心脏被塞进了同一个摩天轮，每次拥抱停留在清晨，窗外大雨在倾盆。我们好像去大城市里面两个相爱的外星人。就是这样嘛，视频就是这样的，没有别的其他的那个。没有洗头。千秋不会，有没有考虑录一个 vlog？vlog 剪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还是给大家录一些有用的。不要笑，为什么不要笑？乐啥？我觉得尴尬，所以我乐不行吗？大可不必是个哥吗？我不会耶。谁让你不洗头？我让的。真懒，咧咧咧，咧咧咧，咧咧咧咧。我就不洗，来来来，我爱洗就洗，不洗拉倒。耳环是什么品牌的？耳环没有牌子，耳环就是个破塑料，也没人看了，没人看你还看，你不是人咋的？自己骂自己。谢富贵送你的爱的守护。头真的没有洗，你看头脑袋这么大。年轮啊，年轮我经常唱呀，是不是胖了？这两天有一点肥，但是我不会一直肥下去的。我今天还没有吃饭呢，因为今天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到现在还吃不下饭。谢谢球球送的，真的爱你，谢谢球球。你今天没有直播呀？嗯？谢谢星辰大海。圆圈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暗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
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修改一次次离分，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谢谢球球送的真爱你，唱歌和说话声音不一样，唱歌和说话简直就是三个人。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为什么今天有开？今天给你们录脑袋的视频了，录发亮的视频了，所以今天化妆了。你是故意这样说话的吗？没有，我开的变声器啊，我原来的声音是大胡子老头的声音。今天转吃播啊，没有什么想吃的，我现在真的很没有胃口。黄老板的来一首，你可以点呀，我看看我会不会。你这样突然讲，我怎么知道他唱过什么？直播倒立洗头，我直播洗头都不会，直播洗头，你竟然让我倒立洗头，你以为我是个猴子吗？我是个人啊，我是个仙女，我是一个有面子的仙女啊，吃甜的就开心了。我真的吃什么都吃不下去。红色高跟鞋，孤勇者可以出完整版吗？没有版权不能出完整版的。头发油怎么了？你头发不油，你头发跟干草一样，跟枯草一样，一堆草在你的头在在你的脑袋顶上。修炼爱情可以啊，修炼爱情昨天没有唱过。但是修炼爱情我好像唱的不是很好，希望你可以见谅啊。昨天没有来看我直播，今天这不就看到了。你是沙特的吗？我不是沙特的，我是中国的啊。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原谅，为一张脸去养你身上，别想想念我会受不了这样。这首唱的不是很好，孤城今天唱过了。反方向的中国不会，删了吧，球都被吓跑了，他可能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忙了。要不你还是把我杀了吧，我要金牙关。波先生现在体型非常大。要不你还是把我杀了吧，我要金牙关，对你说出这句话，再讲一句晚安吧，就这样吧，往后的日子别来无恙啊。嘟嘟나대가모嘟嘟나요소스티嘟嘟바시괴보두유카미야메테네쿠쿠음바도테影子不会耶，百年孤寂一会儿看一下吧，百年孤寂不知道现场唱能不能唱好。头上有头皮屑，那头皮屑的就是该待在头上的，
不然待在鼻孔眼子里吗？对，今天没有洗头。ごませぬばのゲレルデ、イエー。トゥトゥなでかもトゥトゥなよそしてトゥトゥばしこえぼトゥゆかみやめてねクッコンバトテフスクボイタクルク、イエー。トゥトゥかもトゥトゥかもトゥトゥ。你嘟嘟的头疼你就不看吗？嘟嘟的头疼你还看？我不唱山了吗？漠河舞厅也不唱、啊、头疼你就不看嘛，头疼你还要看，你不找刺激吗？因为你找刺激你还怪我。红色高跟鞋，嘟嘟那得个么？嘟嘟那有说是的，嘟嘟白色怪不嘟有个米亚米的那姑姑，红色高跟鞋。谢谢大家送的粉丝牌。我不唱山了吧？最近你胖了，对的。影子说不唱，影子说不会，不是不唱，不会。你说嘴巴嘟嘟，俺的嘟嘟和那个嘟嘟不一样，一别两宽，不会。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享受晚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哦、红色高跟鞋。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享受晚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哦、浪漫主义。脑袋能不能不晃？我就晃，你管我，我就晃，我就愿意晃到你头晕，你能怎样？你打我呀，你来打我呀，有本事你就来打我，没本事你就不要乱逼逼。嗯，什么歌来着？浪漫主义。就喜欢你讨厌我还干不掉我的样子，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不知道能不能背下来词儿啊。大概我承受过的一切，都是为如今和你遇见。我还是找个词儿吧。大概我承受过的一切，你肯定能懂我的意思，都不用我怎么说。我刚刚，等一下啊。
大概我承受过的一切，哎，都是为如今和你遇见，哎，你肯定能懂我的意思，都不用我怎么说，想给你写一百首情歌，每天换着给你播，我对你比我任何一人都要爱得多，你就像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另外一个我，如果说没有你，那后面没有学哦，后面没有学，哎呀，那个抖音音乐人如果发视频的话，一般都是学一块的，一般都是学一节的，指纹不会演。玉萌怎么蜡黄了？今天蜡黄吗？今天不蜡黄呀。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我不会。为什么脸跟额头的颜色不一样？脸跟额头怎么不一样？是一样的呀。今天怎么直播了？今天化妆了，所以不播白不播。交换余生是我飞，我哭与乐。我只会唱一句哦，唱这一句交换余生。路过人间，昨天唱过了。For now, I took better, I got my life from the social, yeah, that's it. And I see you the way I breathe the wind, the skin. Go.Nothing like your touch, way I live. I got my peaches out in Georgia, oh that shit. I got my way from California, that's that shit. I took my chick up to the north, that badass bitch. So sad, yeah that shit. And I see you, the way I breathe the wind.唱说不太明白啊，说不太明白，好久没有唱了。呆瓜的香水是什么牌的？今天没有涂香水。指纹啊，指纹我不会耶，指纹我不会。我的左耳呢？两个耳朵，指纹我不会耶。我放一下啊，张碧晨的是吗？哦。是胡歌的，我听一下啊。啊，我知道了，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我只听过，没有学过。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爱过几番恨过几轮，仔细越疼，等了多热过青春，却憎恨别人父母不认。好，试一下，哼，试一下。头发油唱歌跑调，头发油唱歌不跑调，它跑调跟头发油不油没关系啊。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爱过几分恨过几轮，越仔细越疼，等了多久忍过青春，却憎恨别人奋不顾身。歇会儿保护嗓子，今天还可以，今天没有录歌，今天没有录歌，所以今天嗓子不是很累。再见是邓紫棋的吗？相亲相成了吗？我没有，那我先聊会天吧。路过人间昨天唱过了。世上唯不变，世人都善变，路过人间
爱都有期限，天可怜见，心碎在所难免。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明天还播不？明天播呀，明天播呀。秒针啊，秒针，秒针，秒针不是很想唱，一唱歌就掉人。It's okay。雨夜一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却无轻轻感应这共振。雨夜一阵阵，停落的秒针，雨潮乱般发生，无惧冷与风。歇会儿吧，聊会儿天吧，嘚不嘚一会儿吧。我们可以9:45左右再开始唱。脑袋越大越爱晃，晃怎么了？脑袋长那么大不晃，那都不怪可惜的吗？哎呦，不晃怪可惜的。聊天就走了，那你走呗。你以为谁还会挽留你吗？不存在的，没有人挽留你，想走就走啊。离我远点，我晕头。好的，好的。天爱可以一会儿唱，一会儿再给你唱吧，我先歇一会儿。你鼻子好高，我鼻子不高啊，我没有鼻子，我没有鼻梁，看见了吗？没有鼻梁，难得露全脸，因为今天没洗头，今天的头发帘放不下来，你知道吧？头发帘就算我放下来，它也是在这里的。诶？诶？哦，可以挡一点啊。哎，那这样吧，我是不是灯啊？我为什么不把头发帘放下来？啊，我还以为今天头发帘放不下来。哎，可以遮一点脸啊，那现在先这样吧。哦，你好像扑克牌，你才像扑克牌，你像麻将，你像那个妖姬。用的什么洗发露？现在用的是 Modish M O D I S H。外语从哪儿学的？义务教育啊，义务教育。你猜你是 J Q K 哪个？我哪个都不是，我是个人。你才是扑克牌。勾圈凯，勾圈凯。你像红中，我像红中，你就像绿发，你像绿发，你乱七八糟的绿一片，哼！来呀，互相伤害呀！水给我喝一口，自己去找水去啊！别想喝我的水，我的水都要喝完了。你喉结真好看，那你纯属就是出幻觉了啊！俺是仙女，怎么可能有喉结呢？仙女是不可能有喉结的。你像郭德纲，真的吗？但是有人说过我像岳云鹏。女王国王，我管他女王国王的，他也是扑克牌呀。他也是不国王女王，他也是扑克牌呀，他又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国王女王。三生三世的歌，三生三世的歌是什么？别黑我郭德纲，你小心我给你踹出去。什么意思吧你？我拿叉给你叉出去。你像郭德纲的那个纲，谢谢啊谢谢啊，感谢这位亲亲啊，来把这位亲亲请出去吧。你的扁桃体好肉，你还能看见我扁桃体呢。联盟手游还玩吗？最近没有玩了，最近没有玩了。我不祸害别人，我不祸害别人，也不让自己生气。而且手游本来不是大家会玩的都很生气吗？更何况我一个不会玩的了，我一不会玩的不纯粹给人家去添堵吗？对不对？对吧？我觉得我说的非常有道理。
不吧，玩也玩不明白。吃鸡的话，我还可以稍微的，就是研究研究研究，提升一下自己的水平，技术水平。你会 wink 吗？可以甜蜜双排吗？不可以。玩都不玩，还甜蜜双排呢？醒醒吧！几点就开始做梦了？智你应该不唱了，因为智你已会唱的已经很好听了，已会唱的已经很好听了。另一边头发也可以遮下来，另一边头发遮下来就不像样了，另一边头发遮下来也跟个贞子一样。啥呀这是？这不行的，这不行的，这不害怕吗？你们跟个无脸男一样，不行啊，像那个。像那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包头的，包头的女子，不太合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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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个大宝宝，好看个大宝宝。为什么没洗头头发这么灰这么黑？咱怎么头发还是掉色的吗？头发不就是一直是这个颜色吗？你跟洗没洗头有什么关系吗？头发是黑的，你管它洗没洗头它都是黑的呀。你难道洗了头以后，洗了头以后会变黑，不洗头的时候怎么还会变灰吗？刚刚那个没截到屏，没截到屏算你没有缘分。英语作文还没写完赶紧去写呀。偶像包袱太重，偶像包袱太重怎么了？你没包袱，就你没包袱，你一上街就把衣服扒的精光。哼，鼻子是假的吗？不是啊，鼻子是自己的，哪有这么丑的假鼻子？你这不是玷污假鼻子吗？没有这么丑的假鼻子。能给我们看看手指变形？手指怎么变形啊？我手指可以这样，你们可以吗？我的大拇指可以这样，谢谢小新送的鞋。我的大拇指可以这样，食指可以这样，可以这样，手可以这样，你们能行吗？手可以这样，我还可以这样，这样，你们能行吗？有手就行，我才不信嘞！很多人的手都是很硬的，我才不信嘞。Wink， 我也是软骨头，我的骨头也不是特别软。其实，我要是把手圈成这样的话，会像一个鸡爪，像不像鸡爪？这样会像一个鸡爪，鸡爪本爪。鸡爪手能比心吗？可以呀，你想怎么比呢？我怎么比都可以呀。就是有点嘚，你手那样应该是有病，你才有病。俺就是骨头软点，你才有病。那全世界骨头软的都有病了，能下腰的也有病。你不要，你做不到，你就说人家有病。那我会唱歌，你不会唱歌，你也有病。哼，可以把头和洗衣机放起来洗一洗，不用放洗衣机里洗啊。你把头放洗衣机里洗，你身子不是也要进去吗？能放得进去吗？你直接用那个龙头洗，用花洒洗不行吗？周一为啥直播？今天化妆了，不播白不播。好的，哈哈哈。在心里嘚就可以了，没必要非得讲出来还带个哈哈 哈哦。谢谢银河送的魔力飞鞋，谢谢糊涂老板。闪电五连喷怎么就闪电五连喷了？大额头咋正亮？今天打光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今天打光怎么这样会不会好一些？这样呢？这样感觉就有点暗了，这样会不会有点暗？想把肋骨打断给我熬汤喝？不用啊，不用，我不爱，
我不爱喝肋骨汤，不爱喝肋骨汤，我只爱喝猪骨头汤。如果你承认自己是小猪的话，那也不是不行。今天眉毛画少了，今天确实没有画太多，昨天的眉毛画的有点粗，我不是很满意，今天进行了改良。大头，你可以学一下猴子吗？不可以。无语。让我一个仙女在这里给你学猴子，你不礼貌。比心刚才不都比过了吗？还是自己的眉毛好，我自己的眉毛不好，我自己没有眉毛，自己的眉毛特别的浅。青年大学习，青年大学习，我漏了一期，漏了一期，前两天有点忙，前两天有点忙。学一下吧，你哭也没用，我才不学。你自己不会吗？咱是没见过猴子咋地啊？你见过猴子你就可以模仿啊，你是这点模仿能力都没有吗？你要这点模仿能力都没有，我就鄙视你。反正我才不会跟你学呢。我来了，你好，戴的是假牙吗？不是，我戴的牙套。往后一点，往后一点，看不清你们的弹幕。耳朵呢？耳朵不是在这吗？你看完吗？好像上一期没有看，好像上一期没有看。能不能学狒狒？我都不能学猴子，我还学狒狒？我不学小动物啊。行，咱们就这样吧，我不学。我不学任何的小动物，你要想学你自己学去，你要想学你去找你的老父亲老母亲去学哈，你去找他们学，找他们学看看他们会不会一个笤帚给你卷到屋外去。可以学苹果叫吗？苹果不会叫，苹果是个水果，它只能被吃掉。来晚了你给我道歉，对不起。你的腮帮子真大，俺这是怎么就是腮帮子，俺这是脸上的肉，那俺能怎么办吗？俺也想变成这样，俺也想变成这样的脸啊，那我就不行怎么办？瘦的时候这两坨肉为什么一直都瘦不下去啊？为什么？为什么不管我多瘦，这两边都是有一坨肉在啊？看起来都是200斤啊。我不理解，嚼东西太多，这个不是，这块是软的，不是咬肌，这块是软的，看见了吗？它会凸出来的。翻译，什么叫看起来200斤？那不是吗？我给你插出去。谢谢玲珑送的高跟鞋，藏吃的用的。藏吃为什么要藏吃的呀？那有吃的不能现吃吗？为什么要藏起来啊？藏起来的不都在嘴里边捂馊了，都捂臭了，胖臭。好像正面真的看不见我的耳朵，只能看见一个角角。铁牛瘦不下来，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努力在今年，在过年之前吧，看看在过年之前能不能再瘦个。我算了，我不跟你们讲，讲了以后怕你们担心我。现在多少斤？现在穿毛衣90斤。为啥你在掉粉？到了一个阶段吧，到了一个阶段，可能大家有不喜欢我的就取关了。粉丝积量也大嘛，粉丝积量大，可能就显得就掉的很多。就是一个阶段，180这么胖，90斤，斤斤斤。你昨天说你100斤，我什么时候说我100斤了？100斤都是一年前的事情。你不信，我真的90斤。但是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太沉了，我要穿个轻一点的衣服，就给你们去称了。今天穿的衣服太沉了，我试一下吧。先给你们放在这里吧，我去称一下啊。如果，算了，我先称一下看看。
十。看见了吗？呀呀呀呀！看见我的脚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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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完了，让你们怎么运？哎呀呀呀！应该没有人看到。女孩子的脚不能给别人看到。烦人。真是的。烦人。肯定有人录屏啊，肯定有人录屏啊，哪有小吗？有些人从头录到尾的。我的脚不好看。哎呀哎呀，烦死了。心态崩了。心态崩了。算吨的嘛，算千克啊，算千克啊。麻烦你们删掉，你们如果有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删掉。埋汰人啊，恶心人啊。barbecue 了。不要发超话，不要发，求求你们给我留点面子。哎呀，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拜托拜托。我今天，我看在我今天本来就不高兴的份上，放我一马吧。夏天不穿凉鞋，夏天穿凉鞋也会穿那种稍微遮挡一下的呀，也不会整个脚都在外面。穿的凉鞋只会露一点点脚趾头，也不会全都露在外面。因为我的脚穿高跟鞋，它会有一点侧面有一点突出，它不好看，所以你穿。凉鞋我会选那种有遮挡的那种，学猴子就考虑删了，那你还是留着吧，嗯，让那个臭脚丫子待在你的相册里哈，烦人，眼睛被人打了吗？对的对的，我是拔罐了，两个眼拔罐了啊。眼拔罐，两个眼拔罐。臭脚丫子什么时候上链接？臭脚丫子上不了链接。唉，难，我太难了。口红是圣罗兰黑管416。为啥管我叫铁牛？他们说我长得像李逵。李逵的小名叫铁牛，微笑面对他，加油，奥利给！你是在管我叫奥利给吗？你才是奥利给！那都不如叫你张飞铁，就是他们就是，今天为啥不开心？因为工作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是不开心。
我今天下午自己在家里哇哇大哭。算是生活对我的一记重创，但是我还是要努力工作，努力挣钱。那就不工作了，不行啊，不工作，不工作。男儿有泪不轻弹。粉丝团，你送一个粉丝灯牌就可以了。你这直播角度绝了，怎么了？这直播角度不行吗？没事，男儿有泪不轻弹。开了美颜也有点黄，牙齿是没有美牙的呀。抖音是没有美牙的，牙是什么颜色拍出来就是什么颜色的。那时候我本来的牙就黄。抖音是没有美牙的，小手手是有美牙的，我知道。抖音粉丝群还哦，今天我还要跟你们讲一下，老是有人反馈粉丝群，抖音粉丝群的管理非常的凶残。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很多人都在群里占着茅坑不拉屎，所以管理呢他就会定时的去清理一些这些很长时间都没有看过我直播，然后粉丝灯牌也掉了的人。因为有源源不断的人会新关注我嘛，然后新在这个直播间里驻扎下来，所以这个更新换代是很快的。所以你如果就一直，那你一直，你只有当时那一阵子喜欢我了，后面你不喜欢我了，可能就是会粉丝群的那个名额可能就是会给你清出去的。灯牌可以，你长时间不看是会掉的灯牌。谢谢星辰大海送的悬浮高跟鞋。抖音的管理如果长时间不看的话，我也会给他下掉管理的，这个都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啊。俩嘴唇怎么不一样颜色？那还非得一样颜色吗？一样颜色那不跟个大香肠一样。然后关于抖音管理凶残的问题呢，是因为人太多了，人多也杂，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心软的性格，如果管理再心软的话那就乱套了。所以抖音管理呢有的时候需要铁面一点，需要不近人情一点，然后让大家都稍微可能比那种包容太强的那种稍微有一点那什么，有一点会好管理一些啊，所以大家都互相理解啊。我心很软的，一般人老是跟我说个什么，然后我一般都会答应的。所以平时有人骂我什么的，我也不敢告诉管理们，管理们每次都风风火火的，好像要去干架一样，我都害怕。所以有的人其实他骂我骂的挺那什么的，我也不敢讲。讲了以后你们就开始啊，他是在哪，他叫什么，他的 ID 发给我，然后就开始一大堆人去了，然后开始问候人家，问候母亲啊之类的什么。直接就开杀了，大杀四方，我的天啊，太可怕了。能不能不限制？不行啊，不行啊，真的是很羞惭，很凶残啊。谢谢雪雪送的热气球。去聊天不问候家人，我才不信呢。你们要跟我证明，我猜也是你们给我证明那种，你可以第一句话发个你好啊，给我截个这个，然后后面就开始后面这些都不给我截，我觉得你们能干出这种事。这种人其实说我那些人不搭理他就完了，
你越搭理他，他越跟你对骂，骂没完了，一天天的。舌头涂的什么色好？舌头不用涂色好，这天生的。视频拍的挺淑女的，我直播不淑女吗？我直播不淑女吗？我直播也很淑女啊，我不淑女吗？我直播淑女啊，怎么不淑女？怎么不淑女了？我直播多淑女啊，对吧？今天日系风格，咱们就日系风格了。中国女孩，中国女孩，挺皮的，是怎么挺皮的了？我多温柔啊，多温柔啊！美瞳是白金梨木，下次开播啊是明天，想不到吧？下次开播是明天，是淑女啊，淑女啊，多淑女啊！别驼背，我不，驼背舒服。下次凶一点，不行，凶不起来。我已经直播已经够凶了，我直播不凶吗？我直播已经够凶的了。为什么都叫我铁牛？因为他们说我长得像李逵，李逵的小名叫铁牛。你要连着四天播了，明天发个作品。现在反正发什么作品你们都不喜欢。明天要发一个冷门，冷门也要发一个冷门的。我现在心里很忐忑，估计可能害怕没有什么点赞，但是那个冷门的歌很好听。别夹着，这位兄台，你起个网名都能起个天之骄子，你在这让我别夹着，你为什么不反思反思自己的问题啊？你都如此普信，你还来管我的闲事啊？你起网名都能起个天之骄子，这是现代二十一世纪的成年人能起出来的名字吗？你要不是成年人的话，当我没说啊，可能是你年少轻狂不太懂事，我原谅你，一般人起不出来这名字啊。过于淑女啊，我这是以魔法打败魔法，那我能，我要跟着他，我要跟他对着来，今能吵一晚上。我只能就是，我看你，你看名字怎么样？你名字很普度众生啊，很普度众生，很普度众生，你挺会怼，还一般一般，一般一般，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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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睫毛都歪了，睫毛怎么歪了？你能看见我睫毛？我睫毛都直溜的，都垂下去，能看见我睫毛？最近吃的好，有雍容华贵的，想说我胖就直说，不用非得拐弯抹角，还说我雍容华贵，我能接受得了啊，我能接受得了。我虽然心软，但是我不脆弱，我不脆弱。想说我肥了就直说就行了。今天你快乐吗？今天不快乐。一会儿煮个方便面吃吧，一会儿可以搞个方便面吃。你拍光剑肯定火，我拍的那个孤勇者其实就是光剑那个感觉，我没有肉啊，我没有肉，主要是懒得买灯管，现在家徒四壁啊，现在经济不太景气，每一笔都要省着来，都要省着来，所以不想花那个。哎呦，有个事情，这样突然说起来，我想起来了，我买的那个曲奇，买的阿 Coco 的曲奇，然后买多了，我想怎么抽，要不抽给你们，你们说是发福袋抽，这里发福袋抽给你们吗？我现在这里有九包，一包是九个曲奇，是长这个样子的。我分成两个人抽吗？一个人四包，一个人五包，可以吧？但是我抽了福袋以后，我要是不认识你们怎么办？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我往后要减肥了，这个曲奇我不能吃了。
一人一包，一人一包太少了，一包就九个，一人两包，抽四个人。然后留一包给我自己，一人两包抽四个人，行吗？可以吗？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就随便给他抽掉了，可以不？但是我怕抽了以后，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在哪，就是我怕找不联系不到你们。我本来想用那个，想用围巾，想用围巾抽的。那我们就看我们这次仅粉丝团吧，好吗？然后哎，不能抽四个人，那抽五个人吧，有一个人只能得一包。嗯，哎，可以抽食物啊。我设置一下，饼干，奖品明细，饼干两包，可以抽五个人，那我抽五个人吧。五个人，另外一个人可以送你一点水果干什么的，可以吧？饼干两包，口令，五分钟吧。为什么不能发？哦，好了，好了，发了吗？为什么不显示？它不显示。一罐价值3元的可口可乐。哎呀！这么麻烦，饼干两包，价值多少？两包价值多少？15元的饼干，可以了吗？我写了呀，它还是不行，怎么？真烦人，为什么？是不是没写品牌啊？是不是没写品牌呀？哎呦，几个破饼干这么麻烦。自己吃了得了。
看看行了吗？咦，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的好的，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啊，就是大家图个乐就可以了。谢谢装逼超神送的热气球。一人一片，一人一片，我也太抠搜了。等以后吧，等以后如果买了很多的零食再给你们抽。其实还有一个大罐的，但是大罐的我已经拆开了，不能送给你们了。我不抽烟，能抽到出去淋雨。哎呀，一共就两包小饼干，就两包小饼干，我刚买的，不是买了很久刚买的。好吃的这个饼干，但是不要吃太多了，吃多了长胖。我尽量天天开心，粉丝团这么多人，还好啊，还好，粉丝团还好，看直播的人不多嘛。为什么不洗头？懒，纯懒，纯懒，纯懒。拆开的也可以啊？真的吗？真的可以吗？不太好吧？是不是不好吃？好吃的，只不过太多了，我吃不了了。我全吃完就要胖死了。可是我今天真的不开心，怎么办啊？那我也不想骗你们。可是今天真的不开心，我不连麦的，我要闭门造车，我不能连麦。因为洗头会掉头发。不是啊，纯懒纯懒，我不连麦。吃过的也可以。你们怎么这样啊？你们要有原则，你们这样没有原则的。把小猫吵醒，你们要有原则的。怎么多大包？一包是九颗，九颗，每一颗一人送两包，但是有九包，所以第五个人只能送你一包，然后再送你一些果干。一颗是这么大的，一颗就是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它是好吃的，不是不好吃给你们的。三种口味的，草莓味、可可味和焦糖味。这个是我只吃了一个的，只吃了一个，但是这个没办法送给你们了。这个是就中间这个我抠掉了，一个是这么大，然后有九个，一包有九个，给你两包就是十八个。十八个，什么口味的好吃？什么口味的好吃？那个我喜欢焦糖味的，我喜欢焦糖味的，草莓的有点甜，可可的也还可以。这个没有拆开，这个吃了一个的是奶茶味的，奶茶一般，然后还有一罐是海盐的，那个海盐的挺好吃的。为啥不开心？因为工作的一些问题，破财了，相当于自己攒了好多的钱，破财了，所以非常的难过。
九二九十八，十八十八个，十八个十八个。谢谢 IVY， 烦死了。啊，好了，谢谢恭喜哈哈哈哈格，恭喜小佳丽，恭喜柔小欢喜，恭喜小肖不爱笑，恭喜或妄想妄想五个人啊。我截一图保存一下。不好意思，我截图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机给关了。好，恭喜这五个小倒霉蛋。不好意思，手机没电了，手机没电了。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就是图个乐呵，没抽到也没关系啊。没有，我刚才突然把手机截屏，把手机给关了。好，恭喜这五个小倒霉蛋啊。后台应该有填地址什么的吧，你们可以填一填，应该有，但我也没抽过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操作的。今天几点下班？今天十点半呀。哎呀，以后还会有抽的，还会抽的。咋倒霉了？我就是这么称呼啊，这么称呼小倒霉蛋。不包邮，包邮啊？为什么不包邮？邮费就50块钱，50块钱我还跟你们要吗？为什么不包邮啊？包邮的啊。会韩语吗？我不会讲，但是我会拼，我会读，就是你给我一个字，我知道怎么读。买耳环送保时捷吗？不送，买耳环只有耳环，抽的饼干，小饼干。眼睛为什么是灰色的？我拔罐拔的啊，拔罐拔的。那不还是会什么？会韩语吗？那不会呀，你只会拼，怎么能算会韩语呢？买耳环送你吧，不送，不送。对，拔罐拔的，把眼珠子给拔污了。啥牌子的曲奇？阿 Coco，AKOKO， 阿 Coco。小黄车链接三是什么？你别以为我今天没看，我今天只上了两个链接，你还想唬我？嗯？你是不是惯犯了？波波，波波，波波，臭老头。嗯，你要下播了吗？我十点半再下播。没耳朵可以戴耳环吗？嗯，你身上要有其他的眼眼，你也可以戴耳环，但是这个东西它有点大，拴在身上其他的地方可能不是很好看。你看到头皮屑了，特意给你看，特意给你看的，让它有存在的意义。眼眼是什么？就是打的洞洞，打的洞，鼻孔，不是鼻孔眼儿，打的鼻环的那种的眼儿啊，或者是舌头上的眼儿啊之类的。今天没洗头，鼻环也挺帅的，说这么大个东西戴在鼻子上吗？哼，不太合适啊，不太合适，不太合适啊。直径是多大？什么直径是多大？波波踹我。耳环是公的母的？耳环没有公母啊，它没有，它不是生物啊，它不是生物，耳环就是个塑料壳子，塑料壳子。你头发天生这么黑？不是，我染的黑色，我头发天生是棕色的。波波呢？波波在旁边。哇，波波好帅呀！谢谢 Rara。波波在旁边非常酷，非常的帅气。我刚夸你。我刚夸你帅气，你这刚夸你帅气，你就开始舔脚。他在，哎呦我的天哪！上面还有一个，看上面，上面还有一个。跟大爷一样。这是猫爬架，是这样的，不是锅，猫爬架就是这样的。那谁知道他看他好看吧，
那谁知道突然开始舔屁屁了？那我也不知道，我能预料到吗？我也预料不到啊。我能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买耳环送猫吗？不送。怎么感觉变瘦了？没有，我这两天有点胖，这两天胖了，胖了可能胖了五斤吧，可能胖了五斤。主播为什么还长痘？主播不能长痘吗？谁说的主播就不能长痘吗？主播也是正常人啊，也可以长痘的呀。衣服有几个扣子？你说我现在这个吗？我现在这个没有上链接，现在这个没有链接，没有链接。两天胖五斤？没有两天啊，好几天。最近胖了五斤。郭老师即视感，真的吗？郭老师讲话好像不是我这个样子的。买耳环能治牙疼吗？不行，牙疼看牙医啊，看牙医。怎么老咳咳？嗓子里有老痰啊，有老痰，有老痰。主播男的女的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就不看啊。衣服扣子是偶数还是奇数？奇数，奇数。曲奇都是礼盒装的，大爷们儿表示不值。什么不值啊？我送的是包的。什么不值？你在说什么？你掉粉了？我已经掉粉一个月了吧，一个多月了，我一直在掉粉，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近距离看一下耳环，它是一个环儿的，它是这样的，然后扣上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给它，它是这样的，这样的，不规则的，一个环儿，能看清不？这样的哦。我十点半下播。额头上的黑点是啥？长的痣。脸怎么肿了？这个耳环属于我感觉是比较清爽的那种耳环，不会很俗，然后也挺百搭的。因为我一般的衣服穿成这样，然后如果戴个花的耳环的话会有点俗，所以我最近就比较喜欢戴这个。没有关注我你会不会让我出去？不会，脸和脖子不是一个色，不可能。我的脖子已经涂粉了，我只是阴影而已，这么一阴影就显得脖子有点黑。我很严谨的。我今天的手都涂粉了，看见了吗？今天的手比较白，今天的手我都擦粉了，这个好像擦的不是很多，今天手都擦粉了。我很严谨的，很严谨。如果哪天你看到手很黑，就是手没有涂粉，厉害吧？脚丫子没有涂啊，脚丫子没有涂。今天的不就是平时呢？谁知道脚丫子会露出来呀？脚丫子没有涂，没开美颜，我开了。我不打 PK。但是算了，不讲了。唱歌吗？今天其实已经唱过歌了，但是唱的不是很多。歪七扭八的，你说我的手吗？还是说什么？我不打 PK。 哼。我不太适合打 PK， 你觉得我的性格适合打 PK 吗？我打 PK 我自己会很难受，你们应该看着也会难受。老是咳痰，可能因为我的嗓子本来就不是特别好，我不适合打 PK。 你头好油，因为今天没有洗头。
要能打 PK， 谁不愿意打 PK 呀？对吧？打 PK 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但是我确实是，可能我还没有生活的太苦，可能等哪天生活把我摧残的不行了，我可能就低头了。我估计我打 PK， 我估计连一个人我就要哭一次。谢谢小新送的鞋，送的飞鞋。你想要美瞳，私信我。23岁，对啊。为啥？什么为啥？因为我开不起玩笑，我跟人家打 PK， 总是。我有点梗，你知道梗是什么意思吗？我有点执拗。你看我就是我，比如说我从来不在直播间里做一些暗示性的，对，我有点轴。我从来不在直播间里，我做不出来，从来不在直播间里做一些暗示性的言语啊，或者是话啊什么的。但是有些人觉得可能这个没关系，但是我就是，所以我这样的我怎么去 PK 啊？我这样 PK 的话会让人觉得很没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只能就是做个娱乐搞笑主播。干嘛不洗头蓝呢？关美颜看看，我不，你画的美美的上来，无聊吗？有的时候其实也有点无聊，但是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尽量不无聊，这样让大家误以为都不无聊。我戴牙套了。三怼是聊天法，什么意思？谢谢老汉送的悬浮高跟鞋。什么时候播游戏啊？等我不菜的时候吧。我现在还菜的一批，现在太菜了。我也没弄明白，我倒是其实可以小号播，但是我这个人太有点好，我是狮子座，我有点太好面了。要是你们，我要是自己打得很菜的话，我会脸烧得慌，当下饭。那其实我可以考虑考虑。什么段位我也不知道，现在不是赛季刚开始吗？狮子座的头没那么大，我不信，我不信就没有大头的狮子座。耳朵有点痛，我摘下来了，刚才戴的不知道怎么有点痛。哦呀，呜，好痛。是青铜，吃鸡好像没有青铜吧？吃鸡有青铜吗？为啥唱歌和本声差别这么大？那汪苏泷说话和唱歌声音也不一样啊。唱歌是有点甜，说话那不东北大碴子吗？真有啊！我忘了我现在是什么段位了。耳垂好大，耳垂大有福啊。姐姐骂我，怎么还自己留在这逃骂的？嗯？今天到十点半，今天到十点半还是十点半。其实我要能播的晚一点的话，也可以播的很晚。其实，但是不能播的太晚。哎。人生真难呀，人生真难呀。反正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原因不能播的太晚，要不播的晚一点的话，播的晚一点的话可能收入情况会好一些。
但是我每天只能播这么长时间。今天的平安快乐符给大家念一下吧。这个昨天念过了。再跟大家讲一下平安快乐符的缘由。平安快乐符是因为有一个小可爱，他每一天都会祝愿我平安快乐。他的名字叫王玉萌的平安快乐符，每一天都会给我打卡。所以我找了一个本子，把他每天发的这些话都记了下来，然后也分享给你们，希望你们也可以平安快乐啊。今天的平安快乐服饰，月亮即使坠落也是掉进浩瀚星河，祝你我有数不清的鲜花和浪漫。祝大家平安快乐哦。这是今天的平安快乐服。想看大头的 wink，关注你的时候还是大田后生仔，那很久了。我散光比较严重，现在戴的美瞳是有近视度数的。铁牛念经不听拉倒，好久没看见直播的，没关系，唱个踹。不是摄人心魄的那个吧？不是，我们的名字不一样，一定是个女粉丝。对的，然后我估计他年纪也不大，天天跟你说晚安晚安语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没关系啊，就说个晚安就可以了，没必要非得就是你，其实你就是想发什么就发什么，你有想发的你就发，没有想发也不用硬想的。就是咱们这个就是从心啊，从心啊。美瞳是 mirror color 的，好像是 mirror color，是 Mirror Color 还是 Kira 控，我忘了。我想喝水，水在这儿。我能骂你吗？你这么可爱。可以呀，但是你骂我我也会骂你哦，我可不干赔本的买卖，你骂我我也骂你哦，那你哭了我可不管哦。戴美瞳舒服吗？戴美瞳当然不舒服了，这水怎么招手就来，在底下我没有看见，在我的桌子上放着没看见。 All the life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I'll be needing stitches. 戴美瞳看世界也是一样的颜色吗？不是啊，不是啊。人类的视线呢，是通过你眼睛中间有个小黑眼儿，那个东西叫瞳孔，是在你的黑眼球的正中间一个小圆圈。小圆圈不是你的所有的黑眼球都是视线的范围内啊。是通过你眼睛最中间的一个小圆圈，那个叫瞳孔。美瞳呢，它只是四周有颜色，中间是没有颜色的，所以它不会遮挡你的视线范围啊。美瞳是一个环形，中间它是透明的，懂了吧？而且美瞳呢，正规的美瞳一般是三层，透明的一层，着色一层，透明的再一层。不好的美瞳前几年传来染色，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图便宜，只有透明的一层和染色的一层。你戴在眼睛上呢，长时间呢，你的眼睛周围颜色会变淡。不懂不懂拉倒。眨眼的频率有点快，因为美瞳会有一些干啊，会有一些干。戴美瞳伤眼睛是因为它是一个透明的，它是一个镜片。戴在你的眼睛上，它会让你的叫什么叫你的眼角膜就是缺氧了以后呢，你看我的眼睛周围的红血丝就比较多，是因为缺氧了以后呢，红血丝它就会往边上跑，
所以戴美瞳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这个，它会导致你的眼球缺氧，所以会对你的眼睛不好。对，就是戴上好看，戴上好看。唱万有引力，万有引力没有伴奏哎，没开美颜，我开了。戴眼镜不消吧，戴眼镜不好看。戴镜框，我平时是戴镜框眼镜的，少戴，我就只有录视频和直播的时候戴。平时是戴镜框眼镜的。腮帮子怎么变大了？这两天有点肥，吃的有点多。不舒服，今天就别唱歌了。其实就是说话、唱歌时间长了以后，嗓子就声带就累了。直接戴眼镜多好，戴眼镜不好看。我戴眼镜很像老师。给你们拿来看看。但是我戴的眼镜不是这个。我平时戴的眼镜不是我要给你们看的这个，我平时戴的眼镜是全框的，找一下，我平时戴的眼镜是全框的，我现在给你们看的是半框的，是没框的。我戴眼镜，戴眼镜比较有点像老师，像老师吧 所以我平时就不给你们戴眼镜直播，有点反光。像老师吧，对吧？眼镜有链接吗？眼镜没有链接。戴眼镜和摘眼，戴眼镜不戴眼镜就是俩人。戴眼镜不戴眼镜就是俩人。有的人适合戴眼镜，有的人不适合戴。全框的感觉好看，全框的给你们戴不了，全框的有度数，戴上我要瞎了。全框的戴不了，有度数。眼镜就是不一样，怎么变丑了？一直都这么丑啊，一直都这么丑。波波又在吃脚了，听见他舔舐的声音了吗？他在非常开心的吃脚。喂，你舔的有点太大声了。舔吃的太大声了，他在非常陶醉的吃脚。真的好大声！听过这首歌吗？什么歌？猫也喜欢抠脚，它不抠脚，它吃脚。它怎么会抠脚？没听到。听到了吗？不吃了，知不知道我在骂他了？又开始了。哎，吃的好香 和我学的大宝宝，他本来就会吃脚，他本来就会吃脚。看一下，他就不吃了。就不吃了。现在在吃什么？你现在在吃什么？在吃手。现在在吃手，不吃了。刚才在吃脚，现在在吃手，吃的很陶醉。戴耳机老大声了，看吃手。哎呀！看上面这个。这脚底毛有点长啊，脚底毛有点长了，该剃脚底毛了。
看上面这个，哎呦，睡的，脚也在下面，尾巴也在下面。什么意思？我发呆了。他好像不高兴呢。他叫波波。哎呦我的天哪。直播撸猫，语音撸猫啊！你们是真给手背打了粉，能看出来？他现在有点掉毛，他现在在发情，所以他掉毛有点厉害。拉手，拉手。哎，踹我什么意思？拉手。哎呦我的天哪！还没有绝育嘞，他还没到一岁嘞。又开始了。哼，他是公猫，他是公猫。等他那个什么的时候，等他一岁的时候，手好多皱纹，不是皱纹，我手比较干，乱纹啊，不是皱纹，就是手比较干，遗传的，这个是遗传的。他俩叫啥？我刚才撸的这个叫波波，上面是叫那个叫奶茶。揪他后脑勺不行，太大的猫不要揪后脑勺，因为他的体重太大了，你揪他后脑勺他会很疼的。可能是上岁数了，没有，我小时候就这样。我的手，我闺蜜一碰我的手都会。超先生又警告我了，超先生，我还有5分钟下播，你让我安安分分的下播吧。等他一岁了以后再绝育，现在也有点小。奶茶跟我一样好吃懒做，奶茶虽然还是很胆小，但是他变可爱了。超先生又要警告我，今天不加班吗？我今天8点半就开始播了，所以今天不加班。但不过明天还会见到我，可怕的是明天还会见到我。奶茶喜欢我吗？奶茶喜欢在我身上睡觉，他喜欢在我身上睡觉。波波呢就不喜欢在我身上睡觉。奶茶睡觉的时候要么就是躺在我上身，要么就是我侧着身子的话，他会躺在我的肩膀上，躺在我的胳膊上。波波是喜欢睡在你旁边，睡在你旁边的空床上。
什么超先生八先生的吃粑粑去，那可是这个人说的，他这个人叫毛嘚，是毛嘚说的，不是我说的，超先生赶紧甩锅。话说一半急死人，说什么一半，我刚才说什么没说完。去黑眼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早点睡觉，早点睡觉啊。我说什么说了一半，不会压到他俩吗？不会，但是会踹的。讲话为什么不清晰了？刚刚说你朋友摸我的手啊，我闺蜜摸我的手会感叹一声，我的妈呀，这个小老手。我可能搓澡都不用搓澡巾，就是天生的。我的皮肤像我爷爷，我爷爷的皮肤就是比较干，猫毛。爷爷的皮肤就比较干，别抠鼻屎，我那是脸上沾猫毛了。头发好油，还行还行，其实还行，就是有点贴头皮。谁让你不洗头了？我愿意。用砂纸和钢丝球？不用不用，用不着用不着。你是猪皮吗？你是还是牛皮啊？用不着用不着。主播不是未成年，主播已经23岁了。主播已经23岁了，马上要下播啦，马上要下播了。今晚没戴耳坠，戴了，戴耳坠戴的耳朵疼，就摘下来了。部分成年，我已经成年了，23岁。说句威海话，且班。下播干嘛去？下播吃饭去，下播煮个方便面吃。我是煮个方便面吃，还是煮个小火锅吃呢？还吃？我今天没有吃饭。未成年有这么胖的盲僧，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我长得像盲僧吗？少吃方便面。没有什么别的想吃了，家里有红烧牛肉面和鲜虾鱼板面，懒得搞香菜肥牛了，今天虚溜个方便面吧。我是威海人，山东威海人。知道且班是什么意思吗？身为我的粉丝要知道且班是什么意思哦。还有椒麻拌面，还有自热小火锅，还有鸭血粉丝汤，还有小龙虾拌面，好像是。管理那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啊？还有小孩拌面，没有小孩拌面，小孩拌面不好吃。抽泡面吗？不抽泡面，泡面要留着自己吃。改小卖部了，我每次买菜的时候都会买很多的泡面，就是那种不是普通的那种泡面，就是乱七八糟的那种泡面，不同口味的。哦，下班了下班了，今天下班了。下班啦，谢谢奈布送的666。我要走啦，这两天在省钱，所以这两天都是自己做饭吃。拜拜。晚安啦，晚安啦，大家明天见吧，希望我明天可以开心。但是真的好难开心哟，最近真的好难。但是希望我明天可以开心一点。我要走了，再见。